水。它是重复怎么弄的？这个是用表背的，就是传统表背的方式去做。进来新建分行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光明亮丽，那感觉设计非常的融合，非常的舒服。慢慢我们的图书馆在改造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加入我们民众的参与、分享，以及他们未来自己想要用什么样的空间。新店分馆的大叔，所以是预算就是家己的口袋啊，会钱摕出来讲要怎做，对咱这个所在会更好。所以这样一个观念，其实让我们的图书馆更能够接地气，更能够知道在地人的需求。新北市要开始打造智能的城市，这个是一个改变啊！以后各方面在这个办工作领域上，我们开始要呈现一个人文艺术以及在地的风格。那希望未来的所有的活动中心、各地的公有建筑，我们一个一步慢慢改造，让市民的需求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领域。